还有啊，还有。今天是我们家的家庭日，我要带我哥去玩散弹枪。罪魁祸首就是这位先生，还在给我那边耍帅，什么意思？继续往内走的话，会来到靶场新装潢的玻璃咖啡屋，里面呢非常的舒适又漂亮，也是一个很适合打卡拍照的地方。没有要参加射击活动的家人跟朋友呢，可以选择待在咖啡厅里面休息休息。但是有一点呢，要特别提醒各位，就是咖啡厅里面有低消哦。尽管呢，你的朋友们有买射击券，但依然需要购买饮品哦。购买票券的时候呢，记得要跟柜台拿耳塞哦，这样你的耳朵才不会爆掉。等一下，紧张吗？你知道我现在发什么言吗？不知道。职业杀手训练班，跟你讲，下次可以发我那个杀谁的给我。啊，等一下。我好紧张哦，不要紧张，好，放轻松。好，不要动。好了，就这样哦。好，把等一下会这样子飞出来，它会飞过你的枪管，它会这样飞出来。看到它之后，用身体的力量带枪，然后对到这样的画面就开枪。跟起来，正的，正的。然后脸往前，像公鸡一样往前，好，放下去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来压下去。对，很好。来，枪架水平掉了啊。来开保险，这里好，开了，好，对，好。贴心提醒，要射击前才能开我们的保险，以及手指头才能放在我们的扳机里面哦。哇，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来，我们再放一次。那你飞盘有三个，这种的就不要打，这是破盘的，它一出来就破掉就不要打。我想说你丢三个盘子给我，那我靠你来放上去，差一点点哦，放上去，啊，就是对了，哇，好痛了我的手臂，哇塞，他的手臂会痛，啊，因为他的枪托滑掉了，哦，对，应该是滑到这里来的，哦，刚撞到这里，那准备换杨家长女杨杰上场喽，不用教了啦，哎，不用。应该不会忘记了，左手回来一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来，脸往前一点。好，来一杯，开保险。来一杯。啊！啊！哇！错吗？哈哈哈！还有啊，还有。啊！刚刚总共几个子弹？五颗，只漏一颗。其他都打到我，我是不是就跟你说，你是不是我说我很厉害？对啊，他的动作都很漂亮。不相信我？我推荐他来当我们的选手。对，还说我可以去当国手。可是不确定他是不是官方。反正我是觉得当国手没那么简单呐、啊，怎么可能就玩一次兴趣，然后说哦，你很适合当国手，就当国手啊。因为我太厉害的部分导致我哥有点挫折，好，他一直坚信着自己有一天一定能够成为专业的杀手，接到黑单，可能是绝地求生玩太多了啦，就像所有的玩家一样都觉得自己能够吃鸡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我哥这个永不放弃的精神啊，真的很值得我学习学习。日夜不间断的训练带来体态上的改变，留下的每一滴汗水造就了现在我们眼前的杨玄燕。爸，爸，冒烟哦，爸，爸爸，怎样？帅吧？
跟你讲，这是职业杀手训练班，我已经成功了。我跟你讲，下次可以去接黑单了。感想时间，这次呢打靶算是我第二次来，那我对于新手还蛮有心得的啦。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是非常害怕的，第一个就是我会被他的声音吓到，砰！有没有被我吓到啊？加上一开始教我的人，他讲姿势错误可能会导致什么终身伤害啊什么什么，害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很怕我就是姿势不是很清楚，导致我可能之后没办法跳舞这件事情。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碰到枪的时候，我其实还蛮怕的。反正我还是硬着头皮射了第一枪，后坐力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大，因为那时候教练一直讲说，哦，后坐力很强哦，很强哦，很强哦，结果其实也还好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预防针被打好打满，真的打第一下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很不舒服这件事情，可以跟教练讲，小黑教练他教的非常的仔细，非常的专业，让我觉得非常有安全感，所以我其实还蛮推荐这里的哦。我想给新手一些建议吧，不要害怕，真的不要害怕，真的不要害怕，因为你害怕的时候反而会更容易做错，当你不会害怕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成功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好像讲了废话。我想访问一下第一天，你怎么还没走过来？对，就是时间太少，子弹数太昂贵了。对，真的只有25发。对，太昂贵了，所以玩下来就是觉得不够尽兴。它有分为两眼全开跟单眼扎的部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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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然后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比较容易的就是把一只眼睛闭起来，我发现比较准。可是他说，如果要打比赛的话，你两眼要全开，因为这样比较好打那种可能左边飞过来啊，右边飞过来，你这样才看得到。两眼全开，我真的舍不到。还有说一个就是加入会费，就是6万块。加入会费之后，25发好像是480还是480，那就便宜很多。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加入会费，我们打一次是1500，1500可以做多少事情？讲这么多，先存6万块再说啦。对于今天妹妹准备的这个体验打靶，你觉得给几分呢？10分满分？我给8分。8分，对，好棒哦。那下次可以有点不一样的。没有，下一次单元是哥哥找体验给妹妹。那影片呢？每周三的几点？8点。啊，你刚才在想，每周三的8点会准时上片哦，请继续关注、订阅、加开心小铃铛。耶，谢谢大家。好冲男，我的手好酸。这个打到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吗？10公尺内，若打到人的话，可能就烂掉了肚子。打到肚子的话，贯穿吗？当场死亡。会当场死亡。伤伤力也很高，很大，伤伤力很强。所以啊，在教练的陪伴下及安全的场地，可以进行的打靶，但是还是有存在危险性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，这个关乎人命。我妆没有很浓啊，不是，他还好，对啊，他是还好，厚一层。我有看过那个打完枪就卸妆了。我有看过那个这样打完之后，然后他以为我没有发现，他也偷看一下，然后他也这样擦掉。然后呢，我想要给各位的是，到店家讲我名字，一样没有优惠哦。